万里地基石，赤玉问穷来，千年晴川之地，所见之处皆是历史的奇迹。九四人皆是，平乐日暮云，一湾桥梁倒映湖面，一条古道留在心间。九秋风露琼瑶开，入瑶一色，出瑶万彩，竹声空野外，烧云耸百寻，川西竹海，风吹细细香。美丽乡村带您走进川西名城琼来，从现在回望过去，找寻岁月的秘影。吃正宗的奶汤面啊，当然要到邛崃。奶汤面的白味加上钵钵鸡的红味，还有青红相间的泡菜，造就了这一份独属于这里的特色美味。走进邛崃，街上最多的当属奶汤面铺，同一条街上至少分布着两三家的面铺，足以见得邛崃人对奶汤面的喜爱了。在邛崃人眼里，吃一碗奶汤面才算一天的开始。黄记奶汤面在邛崃的平乐古镇上一开就是30几年，老板告诉我们，奶汤面最讲究的就是汤，要将猪大骨和老母鸡放进锅里，用文火熬煮9个小时，一直呀要熬到清晨，汤由清变为白色牛奶状，此时一掀开锅盖，缕缕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游客来，他们都要品尝一下奶汤面。因为为啥我们古镇吃奶汤面？它是白味嘛，啊，他为啥很喜欢吃呢？因为就是这个钵钵鸡，钵钵鸡跟奶汤面，它是我本地新百年的黄鱼搭档。吃奶汤面不就吃点钵钵鸡，它就可以调一胃口，增加食欲。随便你天天吃都吃不够，就这样的。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93公里、邛崃市西南18公里处，从公元前150年西汉时期就已形成集镇，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平乐古镇没有明显的人工痕迹，相比毫不掩饰的具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古镇，它不喧嚣也不嘈杂。它作为茶马古道第一镇、南丝绸之路的第一驿站，早已闻名遐迩。来平乐古镇就要看遍九古风华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古桥呢，叫做乐善桥，是修建于清同治元年，从采石到修建完工，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。这个桥呢，是分为7孔，长120米，宽10米，是四川现存最大的石拱桥。平乐古镇青山层叠，物产丰饶，发源于天台山的白沫江，自西向北流经古镇，生生不息的江水让古镇有着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。九古风华承载了平乐镇道不尽说不完的文化风韵。这棵千年古榕树遮天蔽日，冠盖如云，很有气势。在整个平乐古镇，像这样的古树一共是有13棵，它们都是沿江而立的。那最大的一棵呢，已经是达到了1500多年。平乐古镇的民居就分布在白沫江的两岸，沿着白沫江，你可以看着沿江而建的吊脚楼，还有参天的古树，以及充满时代印记的石板路。走在这里啊，不经意间，你就会被古镇的慢生活填满内心。镇的各处啊，可谓是充满了生活气息。像我现在的身旁呢，它主要就是售卖一些竹制品、竹手工艺品。因为在它的不远处啊，就有一条巷子，在过去呢是叫做炭市巷，但是由于当地的居民啊是传承和发扬了民间手工艺瓷胎竹编，所以啊现在也叫做竹编一条街。穿行于竹编一条街，竹制品琳琅满目。竹编最早起源于汉代，清代在巴蜀地区流传为瓷胎竹编工艺，又称为丝竹扣瓷。竹编款式多种多样，极具地方特色。
词与竹有着各自的清高和风雅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成就了大气的优秀作品。自古就有天府第一州美誉的邛崃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盛产一种韧性极好的竹子。它不仅竹节长，纤维柔韧，而且不易变色，是瓷胎竹编的优秀原材料。在紧邻平乐古镇集镇区不远处，竹林茂盛的川西竹海景区就在那里。川西竹海景区是距离成都比较近的天然竹海了，这里有十万余亩的竹海。来到这里啊，它的夏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19摄氏度到24摄氏度，可以说是避暑的一个圣地了。再加上啊，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，空气质量绝佳，也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。所谓天然氧吧，这里当之无愧。景区内深谷栈道，山泉物静，恍惚间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。这里是景区内的高空索桥，名字叫做仙女暮云桥。它的整个全长呢是有165米，距地面的高度是有105米，人行走在其中啊，就像是在漫步云端。仙女暮云桥是景区内必到的打卡之处，远近一片苍翠，人在桥上，山风徐来，桥身晃动间多添了几分游玩的趣味。除此以外，网红玻璃栈道通透漂亮，几缕光折射，让葱茏叠翠的竹海景致多了几分刚柔并济之美。邛崃除了是一座被美丽山川所围绕的城市以外，还拥有一条属于邛崃儿女的母亲河——南河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琼酒品质的卓越，邛崃自古即有酒香之称。来到中国白酒第一村啊，肯定要到大梁酒庄来看看。这是一个以酒文化体验为主的旅游景区，走进这里啊，你就可以闻到空气中飘着酒香的清新香气。大梁酒庄又被当地人称作酒村，这里远离喧嚣，丘陵起伏，阡陌交错，四时景色不同。来到大梁酒庄啊，肯定啊就要来到我身后的酒道坊，这里面呢就可以完全的看到百年酿酒的这样的技艺，可以一睹酿酒的魅力。这里将酒人酒事历历再现，当您亲自参观完酿酒师傅按照百年古法酿酒的全过程，还可以盛上一罐白酒存放于山洞之中，3年5载之后开罐畅饮，感受老酒的别样风韵。这是大梁酒庄的洞藏酒区，那整个酒区呢，它一共是可以存放3000吨的原酒，那里面呢，它是一个恒温恒湿的，有利于白酒原酒的存放。身处其中，一坛坛美酒环绕四周，人还未品尝，心却先醉了。大梁酒庄的酒啊，它是分为清香型和浓香型。那其实初来到这里，你不太了解的话，可以来到这个问酒馆，这里呢就可以针对每个年份啊，让你品尝，总会找到一杯属于自己的好酒。像对我这种品酒的这个小白来说啊，找到一杯这种柔和的酒啊，就是好酒了。乍一看是不是以为我来到了这个粮食的储藏区？其实啊，这个地方是大梁酒庄里面啊一个颇为讲究的住宿，它的整个呢都是一个客栈的区域，而且每一个的名字啊都是以蔬菜命名的。你来到这里啊，就是真正能够体验到属于你的田园生活。一条路，一道历史的背影，一合院，一座岁月停靠的驿站，融合南来北往的记忆，在大梁酒庄，您还可以穿越历史。这里过得啊，真的很讲究，不仅是喝的讲究，住的讲究啊，吃的更是讲究。
这里的吃啊，不是指食材的讲究，而是环境的讲究。像我现在的第一个院子啊，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餐厅。那像我身后呢，有个酒茶会，这后面呢就是第二个院子，这里面可是大有讲究的。走进第二个院子啊，有没有觉得这个古风气息是扑面而来？其实酒朝会顾名思义呢，这里面就有九个朝代的主题了，有什么春秋、战国、唐代、汉代等等，他们都是通过这个场景的布置来还原当时的一些饮食生活习惯。有没有一种梦回唐朝的感觉啊？这个厅呢，就是以唐朝为背景，它的主色调啊，它的灯光以及它的整个背景色啊，也是非常的符合大唐盛世的。它的整个餐位呢，也是实行的一个分餐制。小斐子，上菜喽。告别酒朝会啊，走进第三个院子啊，你会完全能够体会到邛崃的酒文化的历史底蕴。这个院子呢，它主要展示的就是邛酒文化以及邛酒的一些品牌。它的每个房间呢，也是以邛酒酒厂来进行命名的。酒足之后，当然是饭饱。冒着滋啦热气儿的大梁柴火鸡，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吃法。在田间地头自然的环境中，土灶、柴火、新鲜的跑山鸡、可口的锅边馍，汇聚成了一种难忘的味道。在邛崃的南河河畔啊，还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印记，比如说邛窑考古遗址公园。这个遗址公园呢，就建在南河旁边。据一些考古专家的介绍啊，之所以选在这个位置，是为了当时方便这个贸易的往来。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，是只能看到两个窑包，一个是一号窑包和五号窑包，他们是被专家这个开发和介绍，所以大家现在能够看到。另外的还有12个窑包，像一座座的小山包，就在这个公园里面。邛窑是中国最古老的民窑之一，作为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，其文化价值堪比三星堆、金沙遗址，被列入国家大遗址重点保护。邛窑始创于东晋，成熟于南朝，盛于唐，是跨越8个多世纪的中国古代陶瓷民窑。这里就是一号窑，它这个窑炉区呢是一个龙窑的形状，因为宛如一条长龙，再加上它的坑达是42米，目前是这个邛窑遗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斜坡龙窑了。那来到这个龙窑，你还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出土的一些陶瓷的碎片，可以推断在那个时候，这个龙窑它主要的生产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。一号窑由窑前工作面、护墙、挡火墙、窑床等部分组成，其中窑床有7层电砂层堆积，显示龙窑至少存在7个时期的反复使用。五号窑包是现已开发面积最大的窑包，走进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零零碎碎的陶瓷碎片。在不远处呢，我们还能隐约看到一个唐代建筑的基址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旁边这条古老的排水沟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。五号窑包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，清理出龙窑、馒头窑6座，以及陆路车坑、油缸等制瓷遗迹，出土文物数以万计。如果你想了解历史，那一定要来到临展馆。这里面呢，它主要分为2个板块，一个板块呢是介绍关于邛崃的历史文化故事，那还有一个板块啊，就是主要介绍关于邛窑的故事。在展馆内，你可以看到从五号窑出土的邛三彩省油灯和临邛杯。这个临邛杯呢，是最早将名字出现在器物上的，所以啊，由此可以推断五号窑当时是产出的一些精而细的作品。繁华盛极，复归沉寂，村村窑火，户户陶山的热闹景象早已随历史逝去，
各个朝代的窑包现在只剩下遗迹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琼瑶的消失，在今天我们依旧可以靠自己的双手传承这项技艺。来到这里肯定不能光看啊，咱们还得动手做。这里呢还有一个陶艺的体验馆，像我手上的这边呢就是体验馆里面老师的作品啊。那这个呢看起来不那么精细的就是咱们游客的作品，他们把它放到这里啊，再经过三个星期到一个月的烧制啊，最后呢就能。一碗奶汤面的清香，一壶白酒的甘醇，一处竹林的清幽，一片沉睡千年的琼瑶，一座古镇的文化，这就是现在的琼莱。千年的古城焕发新的活力，古代与现代交融，静谧与繁华齐飞。琼莱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等着您来亲自探索。走进美丽乡村，体验诗与远方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见。